彰化儿童玩很大，生出爱甲教育力。由彰化县政府七月办理的107年度幸福家庭儿童嘉年华“彰化儿童玩很大”系列活动，将伫3月31号到4月7日，伫彰化县立体育场举行。现场科技制作馆、舒服乐陶馆、环境教育馆等等八大主题馆，邀请全县小朋友做伙来体验。今年的儿童节配合清明节，将有连续5天的假期。为着要让小朋友有难忘的回忆，彰化县政府特别在儿童节假期举办一系列活动。彰化县政府林副馆长表示，今年彰化有非常欢乐的儿童节，让儿童会当玩很大。为3月24号模范儿童表演开始，县府用心规划活动，结合真侪资源，举办一连串儿童节系列活动，希望家长拢会当陪伴囡仔做伙欢度儿童节。儿童节真的是很欢乐，我们总共有5天的儿童节，清明节的连续假期，彰化县的孩子真的要玩很大，我要跟各位家长提早预知，我们希望让孩子在幸福的国度长大。我们今年举办一连串的儿童节的这个系列活动，从3月24号的模范儿童表扬，一直到儿童节的当天前夕前后，我们都有一系列活动，尤其是我们的主场活动是3月31号、4月1号，在彰化市彰化体育场，我们有一个8大儿童探索馆的一个活动，里面有制造教育有舒服阅读，有环境教育，有科技教育有童军教育等等，我们希望让全县的孩子都来这里体验。我们总共有175校的孩子一起在这里共同欢度儿童节。彰化儿童玩很大系列活动非常丰富，适合培养小朋友主动、积极、正向人生观，协助智慧世代创新多元的发展。欢迎全县的民众和学校的师生做伙来参加。新彰化新闻，白冰林彰化采访报道。